最开始发想这件作品的时候，是用我自己对于旅人的身体，或者我对于饭店的一个身体经验去做发想。那其实，饭店这种地方，它就是一个废地方，它其实很难留下感情的驻留。它每一间其实都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其实我常在旅店、饭店睡醒的时候，会有一个身体经验，就是我醒来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这种陌生的感觉，其实一直很深深的是影响着我对于住宿在外面，或者身为一个旅人的身体，在饭店这个中继站休息的一个经验，那种陌生感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深刻的。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身体经验，我想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枕头。那枕头作为一个人类睡眠，或者我们在床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跟人体非常亲密的一个材质，一个物质。那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怎么去从枕头上面动手脚？那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发想方式里面，我想了很多材质。那想了很久，我决定要用陶，我用陶来制作这些作品。那这次作品形式是，我做了一颗几乎是仿真的枕头，然后枕头的中间这边有个凹陷处，那个凹陷处有点像是我们在饭店睡着，或者我每天睡醒以后，枕头被承受了一整个晚上的重量造成的一个凹陷。然后我在这个凹陷处里面加了一滩水，对，那对我来讲，这样的状态其实是，假设以观者的角度，我走进这个房间里面，其实枕头不会是第一个被发现的东西，因为它本来就应该会存在这个位置。可是当观众走近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枕头中间竟然有一滩积水，才会发现这个所谓异质性才会出现。然后当原本应该要很亲密的材质，突然出现一滩水的时候，就回应到我一开始讲的，我对于饭店这个场所，或者是甚至可以讲，以我的经验，甚至以我们现在在旗杆登饭店，整个台北市整个城市里面都是一个巨大的废地方。这个枕头有点像回应到我最开始讲的那个对于废地方的陌生感。透过一个这次的作品去传达出来，这样子。那这次为什么使用陶？第一个直觉就是，其实陶有点，对我来讲有点像水。它是从一个泥浆的状态，然后从泥土的状态经过烧制，最后变成一个固态。然后可是它又一方面，它又可以保存我在那个有点像刚才讲的那个水的一个变化过程中保存它的柔软度，这是我一直以来对这个材质性的一个看见。所以我在这次经过了很多思考以后，决定还是要使用陶作为一个材质巾，就算我没有碰触过它，因为我觉得它很适合去承载出一个柔软样态的一个状态。再来就是它用柔软的方式去承载了这一滩水，是我很这次在作品回应刚才我在做的主题，我认为它是非常贴合的。那也是因为我第一次使用陶，我发现了非常多的觉得很有趣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诚实，而且对于身体反馈是非常直接的材质。它甚至对我来讲，它甚至会比绘画还要更直接。它会直接反映你任何的动作，不管是施力，甚至是你当下的状态，它会直接被塑在那个陶的你的作品上面。再来就是因为陶它不像其他的形式，
你必须还要经过烧制。然后像这次有上釉，所以它要经过两次的烧制，不同温度的烧制。它对我来讲，每次进去就像一个赌博的行为，因为我的经验还无法去判断说我现在的作品，我的陶的作品，土的状态，它的湿度是如何去控制，我甚至无法预期。所以每次那个这种将对我来讲是类似赌博的方式，是很刺激的。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于作品的控制是很要求的，就是我很要求作品都可以在我的掌握里面去完成。可是因为这是也是第一次遇到一种材质，它是我某种程度是无法控制的，我必须去放掉一些让渡很多东西给回到作品本身。它这样的结果会造成第一个就是它会有很多的手感跟身体感会直接被有点像什么样存档存在这个作品里面，然后它的结果也承载了我当时就像吴龙刚才讲的，我对这个材质可能还不够熟悉的一个拙的一个我无法控制的东西在这个里面。可是一方面它就是完全反映了我现在跟这个材质的关系。